不知道哎、欸，游戏输心情差很正常。金角我还没真的去看呢、欸，他好像已经上了吧？我今天再去玩玩看好了。哦，爱哭啊！界限在这里。我去了。谁啊？直接上楼。就这样子，只要不要被他连到，然后不要没事出界就好，选一个好位置。就刚才前面也没有先去挂窗啊，做什么动作，主要原因就是说，我也可以省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就被溜的不耐烦啊！干，哥哥啊，这闪现，好啦，其实这个鸟板就要抵他闪现的。我跨床加速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吸哪里，大哥？有没有，这样是不是就很轻松可以六爱突破？真的是要把你的那个先清楚一下监管者的问题，屌在哪里？啊，如果他很猛，在某些地方，像是界限这种的。我也常常在六，常常在讲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样，就这样很轻松，这样一直走啊。其实他带风装的话，其实也不太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像猴急成这样子，乱接。你看这样，我们就稳稳的，不就三台了，甚至可能四台，因为先知那台已经要好了。然后娃娃，你看先知这边86发娃娃，再加吉恩斯，差不多应该已经剩一台而已啊，只是其实还没亮。因为艾哭不会带，哇！你看这个就是傻逼前锋，真的。过来帮忙撞啊！过来帮忙撞啊，前锋啊！这个，对的。你看我其实不是我不出做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，我搞得莫名其妙平局，我也是很傻眼。好的话。一样，我们跑我们的啊！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！ 我一样就给他挂这边就好了，真的。为什么要挂这边？因为挂这边的话，他等一下亮机子了，对不对？我一样就可以在这边绕，反正我就是不要出界，我打死不出界，你拿我没办法。但这个前锋就没有再躲回我，你看我刚才，你们看会觉得说这艾库好像白痴，一直被我躲回我，好像很简单。而且我反而换成别人在躲都躲不到，就是真的只是一个经验问题。先吃一只犀鸟嘞，这我操！你看他拿我没办法、啊，你看他又闪现了。你看他现在又出去界限，我也搞不懂，你们一直出界限干嘛？到底？鬼火前面有一颗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可以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走了，对，因为现在挂的已经不是我了。那等一下的话，我们一直都聚集在这边，其实很不好。
然后他一次切闪现，其实刚才他闪现我的话也不接得上你的传送，所以我们就安稳的开门就好。然后这样就变成说这把有素材啦，对不对？Don't fucking run away from me！ 又来找我，真的是有毛病。What？ 哦，可以哦。咬我！嗨！啊哈！好了，他没了。哎，奇怪了，就是要打我这个。的球主转了。